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暗在中昼，大家困了有醒无安尼吼？啊，有可能哦，有无困头的吼，比较会较勇吼，可能无困头的安尼吼。啊，今仔日四月嘛吼，四月二四吼，啊，咱这校园唔知知影无？四十一当前的这个今仔日四月二四吼。哎，啊，搁有人知影嘞吼，安尼民政府的水准有关哦，吼、哦。咱这个总理跟秘书长领导有方啦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水准不只关吼，我真侪人在网友唔知，哇，是啥物？唔知影嘞吼。我是讲今仔这个日子吼、哦，是唔是来讲一个当时的代志安尼吼？啊，这个今仔的题目吼。哦放在后面的吼，啊，有时间再来讲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我想吼，我的年纪和各位应该是差不多嘞吼。我是1936的吼，出世的。迄当时日本时代嘞，日本人嘞吼，啊，各位在座可能嘛是啦吼。啊，襄阳伫1945年终战了吼。啊，本来不是说变作中华民国的国籍嘞吼，都唔知啥物理由啦吼。啊，尾下才知讲这是违法的吼。我看吴志兴的文章咯，啊，这违法的嘞吼，咱拢是中华民国籍的吼，咱本来是日本籍的吼。啊，但是日本籍的日本战后战败吼，啊，当然台湾嘛是战败啊吼，迄当时台湾嘛是日本的领土啊。啊，即摆真侪少年拢唔知，讲哦，日本战败啊，啊，咱战赢咧吼，啊，其实唔是咧吼，啊，伫网络我捌接到一挂少年咧，甲讲哦，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哦，因到日本的飞机轰炸咧啦，我你是讲对啊唔对咧？啊，日本人咧炸日本人哪会管代志？哦，所以就对历史无了解吼，啊，变作安尼啦吼，啊，迄当时。当然，阮经过日本时代，经过国民党的时代，吼，啊，较痛苦的当然是，吼，一段国民党统治的时代，吼，真痛苦啦，吼，啊，特别是我这个年代，啊，佮比我较早期迄个年代，吼，因为当时你讲的拢是台语，吼，啊，无就讲日本话，吼。啊！你进到了吼，阮倒转去学校读册时，我变做读零基础嘞吼。较早是读 I U 哦，都变做读零基础成本线吼。啊，尾仔出来做我来带这补课模具嘞吼。啊，较早咱这个较关一辈的这个先辈吼，我即摆较了解因真痛苦，啊，怎讲嘞？因为因表达的语言是日本话啊，台语、日本语吼，写文章吼、哦、都足好个啊，话形容都未通哦，因为国民党是反日吼，啊所以才拢未通啊，啊所以真济人都啊，比都啊等个吼，啊无爱写文章吼，啊无爱写小说安尼吼，啊，迄当时。当然啦、啊，我一直吼、哦、国民学校甲大学拢伫台南吼，唔捌离开台南吼、哦。啊，所以我是1962下出国去吼、哦。啊，迄、那个我是读这个成大建筑系，哦，啊，当时就讲，当时哪有可能出国？啊，出国买钱呢吼，哎、哦。欸啊！伊当时拄好美国的这个工业吼、哦、在发达吼、哦，啊，真侪这个大公司拢提供迄个奖学金，啊，全世界吼、哦，大家拢去抢这个奖学金吼、哦，啊，台湾也相同，哦，提供足侪奖学金，啊，所以迄个年代吼、哦，1960、1950年代出国这人吼、哦。大部分哦，拢提奖学金出国的吼、哦，啊，包括我也对啦吼、哦。啊，我抢的是抢三间校拢有准吼、哦，啊，一间是
互我这个 full scholarship 啦，吼，就是讲全部的奖学金，你都住宿舍、住宿费、食饭费，什么拢互你安尼吼，我真好康的吼。那有遮好康的代志安尼吼，哎，当时是美金一块兑四十块呢，哦，美金真大伊呢。哇，但是问题是吼、哦，你要从台南去到美国，走路未够呢吼，收钱吼无都够啊，哦，啊咧坐飞机，哇，飞机嘛要钱呢，要钱去买呢，都无飞机钱的，哦，啊，阮家是五个兄弟啊吼。啊，我是第二个查甫的吼，我第一个出国，哦，啊，不得了嘞吼，啊，这无去也会使，啊，所以阮老母啊，就将伊的金破嘞、金手指吼，啊咧，轻轻嘞，啊，就摕我嘞吼，讲这吼，你摕你桥仔头，高雄的桥仔头吼，啊，阮一个阿姑伫遐咧开金仔店，哦，你摕去卖吼，啊，换一挂现金。安尼就无法度来买机票吼，啊，就是安尼吼，我伊当时还要坐公路桥的吼，从台南去到桥仔头，啊，去转转来安尼吼。啊，伊当时的留学生吼，拢坐包机啦吼。即摆咱讲坐包机，我不得了嘞，我真有钱啊！坐包机不是，迄阵坐包机几台飞机吼，拢留学生吼，啊，包机较俗。坐包机，啊有一部分的要搁较省的吼，坐船，吼坐船台北吼去到美国啊坐几啊个月吼，啊飞机唔免，哎，啊所以我就坐包机吼，1962年外地上山机场吼，啊一挂朋友啦，周边的朋友啦，大家来相送啦吼，啊外地迄当时出国的时候吼，我落地啊吼。300块美金，啊，这300块美金哦，是我生代一个江苏吼，伊那是潮州人的款吼，叫潮州人吼，潮州人啊，借我300块，地啊，我赔去美国啊吼，啊，即摆国内是真勇敢啦吼，啊，这300块就去创天下嘞吼，啊，赔到美国。啊，我是学建筑的咧吼，啊，学建筑我就讲，1962拄拄啊，西雅图吼，有一个国际这个博览会，哦，各国的迄个代表的作品拢伫遐吼，我就讲，啊，先来看一个国际博览会咧吼，啊，所以去到西雅图，啊，西雅图偌注意呢，咱第一摆出国啊，爽爽吼。第一摆坐飞机，第一摆穿西米咯，啊，拍一滚蛋吼，啊，去到美国安尼坐因的巴士吼，啊，甲一个一滚蛋穿西米咯，啊，问迄个司机吼，迄当时英语嘛无偌老咧吼，啊，问迄司机过来叫sir吼，迄个司机拄啊戆伊讲，妈呀，你莫来叫sir吼，吼，迄尊称就对啦，我唔免啦吼。啊！就问讲啊，这个所在要哪去？因为我迄阵吼要出国的时阵，伫中原大学吼，较早叫做中原理工学院，伫遐做助教啦。啊，当时中原是教会学校吼，一个教务长是美国人。啊，我着伫遐做助教，要个三时，讲我要去美国读册，有诶无诶？我爱真热心安尼吼。伊讲来，我来写一个介绍批安尼吼，啊，你去西雅图啊，找我一个朋友吼，啊，伊就会给你按来吼。啊，我那第一得到这张批真欢喜，就到西雅图嘞吼。啊，西雅图了就坐巴士，咱知影伫美国吼，大家拢住伫郊外嘛吼，啊，郊外离市中心啊个一段距离嘞，啊，所以就坐巴士去，啊，怎个？第一摆出国，唔知好，我行李偌大个呢，干那一卡呢啊，啥物拢落落去内底吼，啊，搁册吼，如果好，比个册柜咧，台湾咧盗版的吼，加买我吼，啊，拢册啊，我要当时啊，啊，赶去啊呢，我就停了吼，就搁赶上山呢吼，啊，就慢慢啊找，搁找着迄住址咧吼，
哦，袂歹诶吼，我着电影着甲试啊，哇，内底搁暗暝蒙咧吼，伊咧试几包，啊无人应啦，我话即只试插来咧吼，我伫行李里面啊，我赶倒转去，啊赶倒入去赶伊倒，赶伊困车头吼，哇，迄阵足烦恼啊，哇，都看着一个人驶车过去，啊搁哭倒转来，啊着甲我问讲，啊你是要找啥？我无啦，我要找这间厝的主人安尼。伊讲无啦，今仔是礼拜底吼，伊美国的九月初咧礼拜日劳动节吼，全部拢休困，大家拢去度假。我话一下凄惨安尼。啊，这美国人都哇够好诶！我来来来，免烦恼来，来多阮兜啦吼。啊，阮兜就一个囡仔仔拢去度假啦吼，阮兜有所在安尼。我哇，即下佫拄着桂林的吼，哇，佫有所在通住咧吼，啊，就去因家，啊，迄阵呾出国吼，我人是三米八五大山的吼，啊，伊看我哇，这东方囡仔咧三米八，你可能无人食个款的吼，哇，我去了见一块 steak 吼，请我咧，我一心嘛要食着 steak 咧吼，牛肉咧。好啊，啊牛肉好啊，我著甲切开哦，我腰烧甲切开落花咧咧吼，啊这牛肉是要来食的吼，啊这人的好意咧吼，你无人食有歹势咧吼，我当然吞落去啦吼，啊我嘛是化讲 good good 安尼吼，啊到尾我著甲讲啊，我著学建筑吼，啊要来参观博览会。哦，安尼真好咧，讲安尼好，安尼我载你来博览会吼，载时载你去，啊下晡时要四五点啊，你着出来迄个门口遐等，啊伊才来载你转来安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美国人因兜吼，住了要四五天，哇，袂歹呢吼，有通食个人住呢，四五天，哈哈，真好。啊，了着来去学校啊，啊我当进学校伫 Pittsburgh 咧吼。啊，是啊，路口 Pittsburgh， 你阵嘛无概念，我美国个新大陆那遐遐大吼，无观念啦吼，是讲咱来坐牛仔巴士吼，坐巴士俗啊吼，要俗啊，我甲迄个主人讲，我要坐巴士，伊讲哈，要坐巴士，啊，我着想讲省钱就好咧，啊，搁会当观光咧吼，坐巴士观光袂歹啊。然后就坐了才知影，四五天安尼，四暝四更安尼吼，我坐巴士，吼、哦，啊巴士伊巴士换啦吼，啊咱人无换吼，我继续安尼直直走吼，啊去到巴士迄个 stops 吼，伊就休困，落来食饭，走便所安尼吼，啊当时要食饭吼，当巴士车到无餐厅啦吼。啊，咱咧 menu 嘛看无咧吼，啊，摆咧咧，啊，头前点起来讲，阮就买迄个安尼吼，啊，头前阮点少讲诶，哦，四五暝拢食迄个吼，到 Pittsburgh 咧，就喙齿拢肿起来，吼、哦，迄维他命 C 拢无啦吼，啊，佫困袂好势安尼吼，伊拢困伫车内吼，啊，就巴士伫走安尼吼，诶、欸，啊，佫坐伫我边啊一个。白人写的伊啦，吼伊伊讲伊阿拉斯加帕拉啦，吼也是伊一个帕拉的情安尼吼，哦我著直直甲电安尼吼，啊英文直直甲录咧，我听无啥有咧吼，啊去到 Pittsburgh 了，伊这个学校袂歹，哦伊有迄个组织一个专门咧招待外国学生、外国的这个研究生的吼。啊，伊就甲你安排讲，啊，你这个研究生先交代去倒一个家庭住吼，啊，住甲开学安尼吼，啊，所以去有一个啊，伊叫做 host family 吼，啊，就甲交代去引导吼，啊，这个 family 佫真好吼，伊是迄个 golf 吼，迄个石油公司啦吼。golf 的一个不只真悬的一个主管吼，啊，住伫郊外一大间的厝安尼吼，伫遐有招待，啊，了就开始上课安尼吼。
啊，这是1962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去学校注册了吼，哎、无偌久就接到迄个台湾青年啦，吼、哦。哦，我这台湾青年嘛真厉害呢，吼、哦。啊，知影我住伫倒位，住几队吼。啊，就接到台湾青年，啊，就开始看这个台湾青年有关台湾的代志，吼、哦。啊，才开始渐渐了解，吼、哦。伊当时伫台湾拢毋知影吼，啊，敢若戆戆啊读册个吼，啊，毕业才知影啊，原来台湾个历史就是安尼吼，啊，佫读一个语文课个《Formosa Betrayed》吼，《被出卖台湾》，啊，愈来愈了解安尼，啊，所以因为安尼吼，啊，就投入去，我第二单就投入去迄个台独人民，吼、啊，就开始台独人民去安尼吼，啊，所以。这是1962-63吼，啊，我毕业了后，就去到波特摩，伫迄个华盛顿 D.C. 的附近一个所在哈，伫遐食头路，啊，了后佫刷去纽约市，佫刷去纽约 City 哈，啊，伫遐的时阵，迄当时大都人民的发展哈。因开始了解讲啊，遮四散伫美国各地遮留生吼，从事运动的人吼，啊集中做伙，啊较有力，较有法度做代志，啊所以大部分拢从洛杉矶吼搬来纽约这个所在，哦啊所以当时阮就从纽约开始这个台独人民吼，啊当时就从洛杉矶来了，蔡东明啦、张灿宏啦吼。啊，罗文雄呐、啊，因遮人大家拢个个话拢，宿舍头路开了拢十几个啦，哦，啊，等下开始安尼吼，啊，一直到1970年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蒋经国因老爸啊吼，蒋介石吼，要培养这个因囝吼，啊，就先该想办法邀请去美国提高伊地位嘛吼、哦，啊，就来买来美国。哇，这声袂歹嘞吼！啊，买来美国安尼吼，这出手就较简单啦嘞吼。啊，真侪留学生，大家拢有这想法，讲哎，啊，这暗杀真好啊吼，啊，来个变个调安尼吼，这个进步头吼，啊，个太好死安尼吼，真侪人安尼想啦吼。啊，结果实际上来这边嘞，可能台湾贵个。啊，迄当时我就开始规划这个代志吼。啊，台独人民伊有一个小组叫做岛内工作小组吼，啊，有一寡经费吼，私底下有买一寡所谓的武器啦吼，来手枪啦、枪支啊这物件啦吼。啊，因为1970年的10月初吼，迄、那个世界性的台湾独立人民。啊，成立嘛呢吼，啊，迄当时我是做秘书长啦吼，啊，所以我就叫迄个负责倒来工作的人吼，去请吼，物件寄起来给我呢吼，啊，所以就伊人住伫路易斯安那吼，伫美国的南部，啊，就请寄过来给我，啊，了我相信吼，伊请寄来给我了，早已把迄个当时的主席吼。蔡东阳报告啦吼，我大概这是要创啥呢吼？啊，一直到这个，当然这个蒋经国到洛杉矶的时候，台湾人都开始示威啊，伊到什么所在就开始示威到什么所在啦吼。啊，来到华盛顿 D.C. 的时候，台独人民我啦有一个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吼，比这个华盛顿 D.C. 吼。啊，了伊甲爬起来 New York City 吼、哦，伫这个 Hotel Plaza 哦，12点伫遐有一个 lunch 吼、哦，就是中昼时伊要向一挂美国的生意人讲话安尼吼。啊，这个消息当然拢伫报纸拢有公开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就计划讲，哎，安尼伫这个 Hotel Plaza 吼、哦，会使开始行动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伫这个1970年的4月23日正日暗啦吼，正日暗都
我啦吼，啊，吴文雄就当时我一个舅仔啦吼，啊，我叫一个罗文雄吼，三个人吼，去参详。诶，隔天四月二四，这个蒋经国要来吼，啊，要来的时阵，要安怎开枪？啊，是啥物人要开枪？吼，啊，咧讨论这个吼，啊，但是。讲到开枪吼，大家心情当然真沉重啊吼。大家讲要拍啥物吼，要按出啥，讲啊真大声，真勇敢吼。啊，到时要扣这个扳机吼，无遐简单。要拍出去吼，就会死人的呢，就会流血的呢吼。啊，所以讲讲的时阵，大家掂掂的吼，掂掂我就讲安尼好啦，无我来开，吼，伊无人要开。啊，吴文雄，迄当时是我的舅啊，吼，阮这个 ex wife 的这个兄哥，爱伫看咧大汉吼，啊，咧做研究生吼，含你电话都讲一个学校吼，我那好友就对啦，伊讲袂使袂使，你袂使开吼，你有某个有囝，两个囡仔个遐细汉吼，袂使，伊讲伊要开，吼，伊讲伊都要结婚的呢吼。虽然有一个真好的女朋友吼，但是讲伊来开机箱较少安尼吼，所以讲起嘛真勇敢啊吼，加做这个医生吼，啊所以都决定伊来开枪。啊，这个枪呢，由我这个太太吼，啊放在伊的汗毛巴骨吼，啊提起到这个福特普拉达现场。啊，教予吴文雄吼，啊，迄当时呢，经营就是因为美国是邀请蒋经国去的吼，啊，所以伊的政治人员足济啦，吼，有纽约州的便衣警察，啊，迄个穿制服的警察，纽约市的警察，纽约市的便衣的，啊，佮联邦政府的吼。啊，佮加上蒋经国家己炸去的迄个伊保镖啊吼，哦，足侪人拢围伫迄个入口咧，安尼吼。啊，我当时是伫迄个入口的所在吼，啊，伫遐咧分传单啦吼，稍微做一下暗号安尼吼。啊，差不多十二点的时阵，啊，就两台乌头车就慢慢驶过来吼。啊，我看真清楚，蒋经国坐乌头车后壁坐内底吼。啊，了后就是有人来开门，伊就慢慢行向迄个旅馆的大门吼。啊，行要接近迄个旅馆大门，有一个旋转的迄个门，吼。啊，伊当时吴文良就人已经秘伫迄个情报人员内底啦。啊，你情报人员拢各单位来啊，唔知啥人是啥人啊吼。你看伊嘛情报人员啦吼。啊，但是遐的人拢是受过训练的吼。啊，吴文雄，看到，哎，蒋经国都要行要到迄个旋转门啊，要入去就拍袂到嘞吼，伊就枪举起来就开枪下来吼。啊，但是即枪呢，互伊隔壁一个警察吼，伊看有人手举起来，就甲弄一下吼，即门就拍无着，离伊头壳头二十公分，就拍无着，毋是无准啦吼。我真侪人讲，哎，食航班安尼，安尼拍袂到安尼吼。无，吴文良伊受过宪兵的训练吼，伊枪法嘛真准吼。啊，我是海流啊吼，枪法也袂歹吼。啊，所以叫我弄一下就拍袂到。啊，佫无地拍地门的这个机会就无啊。迄、那个警察大汉佮弄伊了吼，将伊手杀咧，来佮饲咧涂骹啦。啊，吴文雄人细汉啊，啊，警察足大丛的啊，吼、哦，饲在涂骹，啊，佮警察几个拢规个冲我来吼，将伊逮掉嘞，啊，逮掉我伊哦，逮伫涂骹起毛来嘞吼，伊都弄出来了吼，因为伊人细汉啊，伊都弄出来，我徛起来吼，啊，徛起来伊都大声喊嘞，伊讲 Let me stand up like a man 安尼吼，伊讲互我徛起来像一个。大查甫人安尼徛起，莫甲饲到涂骹，意思是安尼吼，大声喊一声安尼吼，啊，到尾就是，
我看到安尼的时阵我也无好去思考，我拢冲我去。啊，冲我去哦，一未我的时阵警察猫一个哦，我嘛昏去啊，猫一个我目镜哦，啊，所以结果迄个事件哦，老会为老会多干了我。结果我了后送伊读个天了六七章啦吼。啊！到警察将我们两个我两个来扣啊嘞吼，就送来警察车，就送伊个警察局啊嘞。啊！警察局看他家咧老岁啊，佮他送去病院，吼、哦、啊去病院吼、哦、处理你个。啊！伊当时伫病院咧等的时阵哦，迄阵都小可要落雨啦吼，啊我穿着雨衣，我落地啊蒙蒙嘞，我其实我落地佫一个清洁嘞吼。哦哦、我一千八，你让我今天敲掉我就进股啊！哦，我就趁机我赶紧啊，做一个乌人迄个清洁的人哦，啊，塞一个迄个清洁车，要赔单啦，啥物话无的，我紧塞了就等伊啊！啊，所以去佮等伊个警察局的时阵，开始甲敲辛苦啊！我迄阵就安心嘛嘞，吼，你无啥物人敲嘞。啊，结果呢，我的这个 wallet， 我的纸袋拢有滴嘞，吼，证件啥物拢有嘞，吼。伊无法度，无证据讲我有参与这个刺杀的代志啊，吼，伊无法度。啊，但是检察官嘛，将伊甲我两个拢起诉啦，吼，伊涉嫌未遂起诉安尼，吼。啊，但是。袂啊，那变做我有代志，哦，变做我主播对啦吼、哦，啊，就是伊去穿，拍住伊去穿吼，对，伊穿是有登记的吼，伫、哦、美国普通买手枪吼，咱来登记，登记你的驾驶证、你的住址有诶无诶吼，啊，对个这个叫做单宁城吼，到底路易斯安那吼，啊，警察官落去找伊啊吼。哦我这里就是秘密币，我有事就是哈。伊讲你来配合我这个警方哈，啊，那无吼会甲你起诉我嘞哈。因为你美国的联邦法律就是讲，你若提武器经过美国的州界哈，都是违反联邦法啦。哦，啊，伊是路易斯安那来到纽约，经过足侪州的嘞哈。啊，所以不得不。配合的吼，啊，所以就出庭作证。啊，我这个枪是伊拿来给我，要创啥呢吼？伊无伊怎拢讲啊？吼，啊，这声我煞走袂去安尼吼。啊，所以最后就是无遂甲阮迄个开庭啦，隔一年吼，是1971年甲开庭吼。啊，1970年迄阵考啊时阵吼。我们两个我拢靠啊！伫迄个 New York City 的，伊叫做 Tomb 哦 ，The Tomb 哦，叫做一个大墓啦吼。伊当时1960年代真恐怖，迄个墓哦，伫 New York 市内底吼，普通的家家是真大嘛吼，大家拢住迄个接近土脚水平的发展，伊 New York City 内底无土地啊，家家是向空中发展的吼，像大楼安尼一层一层安尼啦，吼，啊内底关的吼，哇，看起来拢乌人，吼，啊真恐怖嘞，吼，我那乌人个足大张的吼，啊，捌拄着乌人安尼吼，三更半暝安尼吼，啊手夹着迄个，插着迄个铁门迄个栏杆哦，我大声啊喊来喊去哦，啊足恐怖就对啦。哦，迄阵我伫遐去关，去扣啊32天，啊了啊加刑吼，甲报销出去啦，报销。啊，伊当时是判迄个黄文良啊，我两个人的报销金吼，加起来是爱20万美金啦吼。啊，伊当时是天文数字啦吼，你对一个石头路的一个学生啊，我20万你就免来欠债20万，哦，啊，当然这个事件影响真大吼、哦，
不全世界这留学生吼，也拢有出个钱啦吼，坐少安尼吼，一日拍工的钱啦吼，有诶坐少安尼关吼。啊，当然毋是讲伊个系统啦吼，毋是讲发你定二十万，你爱二十万现金拢无诶，毋是这个意思吼。伊含买保险相像吼，有一种公司叫做 Bell Company。